金浦铁路线。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曾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物资及输送其弹药的主干线。先生、臨場駅まであと5分です。
しれない。おお。下一站就十里地，枪一枪准炸过。哪里的？官兵大爷，你们几个大爷？身份证出せ。哦，对不住对不住，不碍事吧？给哥哥分一半啊！走，回家去。
压着去呢。童哥，童哥，这德国车跟日本车的轮毂它不配套啊。照这个来，两边多车出一厘米的富裕。好，我试试。你再试试。童哥，出事了。日本人说车上的军粮全让人给抢了，昨晚参与搬运的都给逮起来了。别着急，慢慢说，还打听到什么？日本人说货是搬运队卸的，就那些有军粮，其他车全没偷。哎，照这个套扣啊。哎，同志，将这里的人去前场集合。犯罪者どもにふさわしい懲罰は死刑しかない。よし、時間だ。Yeah!
死人を見たこともない。狐狸啊，分银狐、红狐跟蓝狐，这玩意儿有灵性，要想逮住它还不伤及这皮毛，得是个本事。几个字能出啊？价好说，但是这货都是好货。你先看着，先生。掌柜的，你回来了。藤原先生，可算是见到您了。万老板，应该叫您万老板。第一次见您，还是受训结业大会上。转眼三年了，您还是那么精神。这三位可是满铁调查部安插在临城的眼线，算计的人忒多了，这是让人惦记上了。我有个手下，就住在车站兴安街，出事那天晚上后半夜，街上响枪，宪兵队追人，他听见有人翻墙进了，不知道哪户人家，就听见屋里人问谁。屋外大，铁道队的，日本子追得紧，借您宝地避避风头。您猜怎么着？没一会儿，滋嘎门开了，没了。就这些。干得不错，历来一功，我会给你奖励。哎呦，您抬举，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好好干，过几天这皮货行归你了。这点小事儿不值啊，不值。明晚九点，有一班连云港发来的车要临时停靠。俺の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外へ出させるな。はい。掌柜的，你叫我。啊，不错。哎，去查这一条线路。明晚九点进站的车次还有哪些？通知列车延迟20分钟进站。嗨了，掌柜的，少喝酒。不是，这是孝敬你的。うまい。うまい。うまい。どうぞ。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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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すごい。ありがとう、王さん。
都走，晚上再喝点。中华有句老话，有风之鸡吃的大餐，大酒的意思藏着呢，我这就杀就这样。多干活，明白，少喝酒，多干活少喝酒。谷本駅長、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ご覧ください。もたもたすんな。来来来，你拉过来，咱拉好车厢。来人呢，人模狗样，什么玩意儿？你说谁呢？你过来，过来。明天我就让你下京当媒合人，你信吗？我信，我信。您的本事比古本站长大多了，我敢不信吗？活儿，哎，下边吧，干嘛的呀？哎，吴三，哎，怎么了？哎，干活儿，哎。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蛮干只能让更多的人丧命，我他妈忍不了，忍不了也得忍，眼睁睁看着那帮狗日的把白家的弟兄像牲口一样弄死，车站就二十来个日本的，咱哥几个就能把他们全端了，端了他们。红哥，我再强调一下纪律啊，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能只拉车不看路，那样早晚得翻车。搬运队的弟兄是因为咱们死的，这仇早晚得报。我听货场的代办员说，福茂商行那仨就是从满洲来的。鹏哥，教导员来了。李教导员，嗯，来来，坐坐。教导员，大家都好吧？您坐这儿。李教导员，这大雪天的，您怎么来了？今天街上经过联络站的时候，我听说了车站搬运队的事情。我跟弟兄们说了，把我们埋在地窖里的过冬的粮食，给他们家属送过去。嗯，我代表组织上向联络站支了一些钱。辛苦你转交给他们。这是那天在福茂商行交货的，您看有什么价值没有？想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20多号受伤的同志在那儿上扛着，大家想想办法，一定把这批货弄到手。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但是现在不知道药品在哪节车厢里边。列车进站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列车停稳后，装车卸车就20分钟。就算知道在哪节车厢，也来不及通知了，只能撞大运了。元気かね、岩井くん。何年ぶりだろう。青年訓練所を出て以来、先生とは7年ぶりです。臨場の工作員暗殺の状況をもっと知りたいと思ってね。駅は人目が多すぎる。今すぐ護衛を手配します。臨場のアジトを新たにここに移す。ここは丹さんに任せるつもりだ。任せてください。俺は明日駅に行く。はっ。今日はもう遅いからこれでお開きにしよう。はい。何だよ、知ってんのか。おい、早くやれ。掌柜的，您这里调配的怎么样啊？哎呀，这些个废旧零件来自全世界130多家工厂，一件一件的配比，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我现在手下干活这些伙计，人手不够啊。损坏的机件必须要抓紧时间调试完成，不能再拖延了。拜托了。好，我们抓紧。掌柜的，慢走。隙を見せてると君もやられるぞ。教えをしっかり心に刻みます。街中を偵察してみたが、君ね、多くの兵士を町の出入り口に置くのは意味がないよ。鉄道の沿線に兵を配備することを進めるな。事務室をご用意できました。ここで仕事するよ。
兵，王叔，你当班。小兔崽子，来，糖炒栗子。嚯，真香！谢叔，叫爹。叔，水开了，我先忙去。哎、小兔崽子，嘴还挺硬。来てから発射するまでの間に中国人は誰も駅を半歩も離れていません。これは保証します。たった20分間の積み下ろしで荷物がどの車両にあるかなんて本当に分かりません。こんな短時間で。護送兵も私が直接選びましたから、中国人は入れていません。内憂外患、東大元は暗いもんだ。
行，老侯兄弟啊，你睡醒了，请快点吧。今儿站里又来了个日本的，我瞅他那架势，级别应该不低，连严井见着他都得低头哈腰的。我打听了一圈，听说是从满洲来的。不是冲咱们吧？来一个宰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先生、こちらは三軒片付けました。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好。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に関する注意事項を説明します。覚えるように、使用する前には必ず均等に振るうこと。これは重大なアレルギー反応が出た患者を救う時に使います。それでは準備に取り掛かりましょう。はい。
テントを調べろ。違う。干活用的，我自个儿做的。藤原先生、こんにちは。谢谢太君，谢谢。眼睛有些发炎，先安药。谢谢。掌柜的，明天找人替你值班，跟我去一趟连云港，有重要的工作。好了，掌柜的，我安排跳板。辛苦了，我这个的。本当か。おふくろが埼玉人だ。どうぞ。坊さん、ええ、ご苦労様。お、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こちらが今回の。哎，王叔，今儿怎么上车呀？伺候掌柜的。王叔嘞，兔崽子，坐下陪我唠唠嗑。嫌我，赵爹，坐下。兔崽子嘴还挺硬，
邪说。说，嗯，一人一半。嗯，好儿子，不吃独食。嗯，嗯。这刀可真好看，嗯，让你瞧瞧呗。你要叫爹，别说瞧瞧，这刀都是值的。真的？真的。爹，长得不是种。耍赖。没得时候。你爹是怎么的？俺爹下矿，嗯，年初矿上瓦斯爆炸，给捂里头了，人还没找着嘞。家里还有红人呢。俺大小都没娘，俺哥还在矿上下井。有时候就想，俺爹娘拉那些炭，是不是就是俺爹和俺哥挖出来的？说什么用不用换？報告します。連運港からの武器が来ました。検品書をご覧ください。発射時刻は？今夜10時です。お母さんはこの駅でどれぐらい働いてるんだろう。私が駅に来る前に彼は駅でドイツ人のために働いており、駅の旧社員でした。王さんは地元の人で養子を亡くなっており、独身です。彼は町に家がなくて普段はこの駅に住んでいます。日本語が少し分かっていますから通訳もやっています。
お酒が好きですが、一応頼りになる人です。カス、うまい。あ、うまい。うまい。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うまい。うん。老洪兄弟，兄弟，伙儿，快点啊！你也瞅着。回去了啊。这里来了盆硬菜。哎。兄弟，天寒地冻的，护着点老寒腿。兄弟，回头喊点儿。事儿啊，我正串门走亲戚呢，刚好路过这儿。哦，带火了吗？有。捡捡。啊，我看看什么呗。嚯，这么大票子，你这是哪儿发的财啊？我家里刚出了点事儿，跟别人借的。小安子，汉奸这晚饭好吃吗？哎，红哥，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我。就这点粮食，省着点用。今儿晚上是道硬菜，硬菜咱就得硬着吃。敌人增设了装甲巡道车，沿线布控了多个巡逻点，咱们行动的位置得变。徐鲁、林动、高飞跟我上车，长明、常亮负责跟山里联络。都准备好了吗？嗯。
れ。はい。小花。打击你啊我！托门打击你啊我！打他！
3台の主体を派遣しましたが、身元の特定はまだできておりません。こちらへどうぞ。先生、こいつの下から見つけたものです。この人は見覚えがあります。報告いたします。天保を取りました。無断欠勤2名です。この男はどこに住んでる？ほう、ホムさんは工場で町東部のバラック街に。今日は来ていません。工場のホムさん、俺の獲物だ。手を出すな。你是刚到车站的吧？杭州人。怎么到临城来了？济南医院分到这儿的。你命真大，幸好是贯通伤，没伤到筋骨。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姑娘，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把这个想办法交给机修车间的常亮，告诉他老地方见。
顺子。齐鲁的弟弟齐顺，我叫常亮，这是我哥常明。哦，练练吧。这等员到处在找你，城里和厂里全是你的照片。护士小庄到车间找我，被日本的监工盯上了，家是回不去了。哎，我听说你在湖北的汉阳兵工厂做活。汉阳兵工厂西迁休整，这七年来他都会得信儿，回来探个家。赶上他哥出事儿，红哥，算我一个呗。跟你们一起干，杀日本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你哥的在天之灵？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回去了。不行，你好，王先生。你好，困得起吗？我听说你是车站的老人，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我刚来，还不熟悉，到处看看。一会儿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得请教你呀。哪里？没有。我到处走走，你忙，王先生。这种枪，除非一枪击中要害，否则就是一贯通伤，要不了命。靠这个不过瘾。你是说需要脑子吗？搞几条好枪，我教教你们怎么使，可以更有效的杀敌。几位大哥，我在汉阳的兵工厂是验枪员，厂里出的每一条枪都会经过我和我师父的手。别的不行，枪这方面我还是懂一些的。
去年咱们劫小鬼子军令，顺手收的家伙。当时嫌这枪体太长，用着不趁手，就一直没用。这可是好东西啊，美国造的斯普林菲尔德，口径7.62毫米，内置弹夹，射程极远，子弹出膛1秒钟，弹头就能飞出1里地去。你说这日本军猎怎么会有美国人枪？应该是日本子用来搞暗杀的。这家伙如果配上个瞄准镜，1里地内轻松射杀任何目标。你们看这粒矿标尺，就是用来校准激发精准度的。那怎么着，兄弟，给哥几个亮亮你的活儿。红哥，借个僻静的地儿，我也想试试手。行，那就放一下。这马上就过年了，城里城外到处是放鞭的，来一枪也不碍事儿。兄弟，好样的，兄弟。红哥，这条咱留着，剩下那几条我改一改，咱人手一只。好，听你的。锯短的步枪，没了枪管也就没了膛线，失去了准头，射程也变短，但是便于近距离射杀。再配上这个子弹，威力更大。
今日電報が届いた。明日夜安芸駅に路線変更した軍用列車が臨場駅を経由する。安全確保のために警戒を強めるよう将軍様から命令されたんだ。積んでる武器は前線の主力戦場に届けるもんだから、私も同乗して護送するよ。護送の仕事が終わったらそのままその列車で行くよ。それで臨場駅もしばらくは落ち着くだろうから。藤原先生、お疲れ様でした。岩井君、明日護送兵を15人、いい武器を持たせて配備してくれないか。沿線の部隊にもちゃんと伝達しておけよ。この物語もそろそろ幕を引いてもいい頃合いだ。齐鲁高飞联动。全員集合。ただいまから岩井隊長の命令がなければホームから離れてはいけない。掌柜的，吴三，哎，今天晚上六点有专列发车，改道晚线，你去通知其他列车暂缓30分钟进站。哈，掌柜的，我安排。哎，都走。好，辛苦了。
这个藤原弘一，18岁入选满洲特高科训练班，现任满铁大调查部的高级主管。你们之前在商行干掉的那仨，正是他的骨干。谢谢你，小庄。我们山里的队伍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这个车轮跟了我几十年了，能辟邪，送给你。老红，你可得好好活着。咱们都好好活着。嗯。岳君，今日はワン以外誰も門から出さないよ。なぜでしょう。这个我来。哎，王叔，你咋来了？王叔，你的了。明晃晃的，这回他舍得给俺了。到时候
警護しろ。命令なしでは誰も勝手に車両を離れてはならない。いや、はい。ワンさんとの記念写真を撮ってくれ。はい。冲上！别了！
给你们摆个死心局，看你们家人是怎么一个死在我们手里。你这个家伙，去吧去。Thank you.
我们之前见过，今天是特意在车上等你的。你还能站起来喝点吗，黄桑？我日你奶奶！车你们进不了，兄弟，这一下是替你给的。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